喂，是对一支，一支哦。你好，部长啊，消防相关。来，市部长、消防署、陈署长。哎，有人午安呢。你好，你好。唔知啥奈向即个道变第一课。哎，就是咱今日要甲部长请教即个消防设备的部分啦、除了顶礼拜咱提出着即个医事人员的交保上以外，即包括着医检人员，包括着甚至是行政吼单位啊，甚至是即个第一线有可能接触着风险的即个工作人员，拢来甲咱订正。包括警察啦。对，包括警察。那今仔日呢，特别来讲着消防的部分。首先请教一下吼，咱即马有一个叫 TOCC， 实验的时阵吼，上届生产啊，生心理测验，讲啊，你感觉对一张图是歹人啊吼，大家人拢会做老师来回答。但是大汉了后呢，你问讲你即个出国回来去，敢有去武汉啊？大家开始有可能会讲白贼。所以呢，咱即个 TOCC 如果来当推广吼。即、这个民众，大家小借问，那我想这是一个袂歹的方法。但是呢，先请教一下，咱即马 TOCC 的消息嘛，伫消防署这边是安怎得到？因为阮若接到吼，拢一定会先问讲，伊到底是啥物代志，啊有发烧无？等等，才拢会去问啦。啊，伊有为倒位来吼，啥？啊，我想这部分哦，伊个较有路的吼，我署长来。啊，无问题，无问题。那我们也跟健保署把健保系统跟它接上去了，只要输入病患的身份证或者他的居留证的号码之后呢，就可以查到他的旅游史跟接触史了。所以我们现在除了我们问之外，那我们也透过健保系统可以查到，这个所有的人这个病患的这些旅游史跟接触史。过去就会使吗？过去消防署的，让直接跟健保局偷物件。我们刚接就接好，到今天。最近嘛。对啦，即摆啦，接好势。好，安尼我时间先较慢些寡，但是吼，直接提醒一下，就是讲，即个因为过去的做法是县、县市政府来家己交嘛，啊，家己交即摆该检报了，我想着无即个问题，来保持着信息是及时的。那刷来呢？歹势，我跑跑面跳最后一张好啊，因为六张拢生了同款，我唔知影是安那要怎做。好，刷来呢？即个我想要请教一下，防火设备嘛真重要啦。那想要请教恁消防署的检报内底。您的装备现在配给够不够？我们口罩就是我们部长有指示，我们跟指挥中心有申请嘛，给我们发每天8000片了。现在昨天有申请，他也给我们提升到18800片，然后后续再提升到14000片。我委员报告，因为我嘛足惊讲消防人员哦，伊这个嘴炎嘛吼，啊上卫管局本来就是因为管局咧分配有伊自己的考量啦，啊不过人咧徛我内政部，我当然我是。阮消防人员拢一定爱有，所以我即马消防署的本来阮人数是无一条边啦，我即马消防署咧炊烟嘛是为阮中央做一届发落因，啊抓去高铁站领，规个拢好好势了去啊领呢，所以即马无问题啦。炊烟相对较无烦恼啦吼，因为这政府配给嘛，但是咱知影。防火衣嘛无问题啊。C级防护衣的标准配备有这拢有，拢有。护目镜。啊，护目镜因自己的自备，吼、哦，每一个消防局因自己去买自己自备啊。但是咱知影武汉肺炎哦，伊会透过目睭来感染嘛，啊，咱四级防护的配备本来就有加着护目镜啊，啊，是毋是当？因为这是人来订正嘛，咱研究看卖讲地方的消防人员如果若有需要，看咱是会当安怎协助，好唔好？协助绝对无问题，阮本来就应该协助，这阮的义务啦，对啦，这嘛阮的责任。那刚才当请教署长，你刚才即个各个无同款的即个等级的防护，吼，比如讲 C 级啊，即个出勤的秒数敢有差？出勤嘛，比如讲有人敲电话来啊，讲啊只火烧啊，处理要偌久？我们白天六十秒，晚上90秒。日时六十，暗时九十嘛。C 级防护的时间敢有调整 ？C 级防护敢有较高刚？防护衣有分隔离衣跟那个全套是比较花时间的，理论上较高工嘛，对，但时间无变嘛。但是我们这个 KPI 这个评比取消，我们没有。阮即摆吼无考评啦，嘿，阮因为即摆咱那个防疫哦，咱袂使乌白共考评哦。对啦，伊咧穿全套式的吼，迄做麻烦的啦。对啦。一个动作要喷一届啦，一个动作要喷一届消。就双方政府规定是日时60秒，暗时90秒，但真无咧了安尼啦，敢是？这算讲吼，放较松诶。看伊出勤的情形啦。吼、哦，伊若出勤当然是若有关这种救火、甲即落发烧啦等等有关的，你甲
限制这对咱消防人员无公平啦。无唔对，啊，所以阮嘛甲消防局讲，因为即摆在考评咱消防局啦，因为这无一条变，所以用咱地方政府处理。阮嘛甲讲哦，咱这爱体谅规个，吼啊防这个防疫啦，各方面咱都爱去注意着。所以地方的消防局有可能要调的时阵，会当摕这块来调。我想袂啦，伊若调消防人员哦，调消防人员到时哦，会叫大家调啊。我知啦，我相信。所以我袂啦，袂安尼啦。袂啦，啊人讲咱讨论一下，哪有要紧？系啊，但是应该是袂安尼啦，袂啦吼，啊，但是袂啦，我想讲，即卖咧穿，人讲六十秒穿无啥会起来啊，是啦，系啦，那再来即个人力的配置哦，咱知影有个人，咱拄则进前讨论过病院啦，同款吼，消防人员弟兄哦兄弟，如果若万不离吼，即个疑似或确诊，那即个人员的补给，地方各地方甲中央敢有准备？如果比如讲咱有一个，这算预防措施啊，系啦，分流、分组、分区、异地。拢爱做，拢爱做，拢爱做，拢爱做。所以会当吼，即个兄弟吼，消防炮火兄弟拢放心。就咱同款，包括咱的警察，即个派出所万不用啦，规个查起来的时阵吼，啊，工课要安怎做，即拢有分流、分组、分区、异地，即拢有咧处理啦。嗯。哦，佮即点委员你放心，阮拢有相关的准备，嘛有咧处理安尼。那可能吼，增加一挂宣传呐，基层的兄弟有可能感觉讲，欸，因无即个消息啦。其实我受到，其实我讲一句话，即马阮即届九测嘛，大家都引起大家拢哎，干那有啥物？其实这就是分流、分组、分区来的概念之一。我们必须把警力的纵深要拉长嘛。一次全国性的九测，一出动警察六七千个呢。啊，所以我讲哦，迄万不应啦，去调调下。所以阮拢内底有一个弹性的运用啦。啊，全国性的也可以啊。啊，但是阮嘛爱看情形安尼啦。我尽量不爱讲九测啊，你都卖。不啦，就错啦！啊，但是这大家就知，我嘛是爱讲，让大家来了解安尼啦。好啦，最后啦，本是希望讲针对着有载着风险个案的时阵，以及着有这个会当考虑这个危险的加急吧，因为毕竟消防哦，有人第一线，有人来勤，有人走其他的单位拍火等等。勤务的部分，如果有危险加急，是讲武汉加急啊，会当来考虑看卖，好唔好？我甲委员报告吼，伊个加班费吼。加班费，迄个阮今年正常的，正常的拢无要紧啦。那我的意思是讲，因有可能有接触第一线的，有可能嘛？嗯哼。那是不是这个部分当参考啦？我有去现场哦，拢发加菜金给因啦，啊，甲因说多少，我拢。你要发全台湾可能？啊，当然啦。啊，这部分哦，因为牵涉到政府的预算，这部分哎，我那搁加。对啦，研究一下啦。你加主计总处搁来研究一下呢。好，我原来建议多谢你啦。好，感谢。谢谢。谢谢。上五点的这个建议 ，thank you。谢谢，谢谢。好 ，Thank you， 来。咱所有登记发言的委员，除了无伫现场以外，其他拢已经发言完毕哈。啊，咱的询答就来结束。委员林思明、林德福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，刊登公布。啊，而且相关的机关另依书面来答复。今日的会议，委员所提质询未及答复的部分，也请一并书面答复。今晚来处理临时提案，拢总六个案，咱逐案来宣读处理。好，来请宣读第一案。临时提案第一案。